今天我们来买饲料，买鹌鹑饲料还有鸡饲料。家附近开车10分钟，很近的一个农用品店。今天带小老三来附近的一个农用品店，这在新西兰经常看到的，一些卖农用的围栏装置啊，农场里的动物，鸡鸭牛羊马，各种的动物们的所吃的用的各种需要的东西吧，都在这里能够买到。小老三第一次来，我们不经常来，因为养的鸡也比较少，鹌鹑也吃不了多少，当然都是养的少。我有时候来买点这个干草，来垫这个鸡窝。有时候买点锯末来铺鹌鹑窝。小老三觉得很新鲜，封城啊什么的，所以不太经常出来。这个鸡饲料我们不怎么买，我主要喂这个鸡麦子。这个 meat bird crumble 呢是用来喂鹌鹑，它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比较高，买袋麦子来喂鸡。鸡一般吃孩子们的剩菜，已经吃个差不多。好心的店员帮我们搬上车。这种 poultry grit 是贝壳粉，可以用来喂鸡增加钙质。还得买一个喂鹌鹑的喂食器，就那两只白鹌鹑的，买个小点的就够了。说这什么惊喜啊，大家仔细看看里面这葵花籽好大颗呀。我一直想买这种大粒的葵花籽用来种，在这边花园店买到的向日葵呢，很多都是观赏用的，都比较籽比较小又不好吃。然后专门买那种吃的这种葵花籽呢，很贵的，一小包。之前买了喂鸟的，喂鸟喂鹦鹉的这种葵花籽呢，凑合着，但是呢可以用来当芽苗菜。但是你看没有今天这多大粒啊，这就跟我们国内吃的瓜子一样大。我挑比较麻烦，让孩子们一起帮忙忙。小老三已经挑得很好了，估计这个冬天他就能把这一袋都挑完了。他还能把花生也给挑出来，放在不同的碗里。不过大人要看着小孩，万一放到嘴里呛着就不好。先挑了满满一大盆，用来试试出芽率吧。种向日葵已经来不及了，但是种芽苗菜还行，用来试一下它的出芽率怎么样。种这个芽菜非常简单，尤其是在室外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
有些人种在室内，用纸巾，每天拎水比较麻烦，每天要冲水啊洗啊，不然会发霉。可是在外面就没有这问题，只要保湿就可以了。我在屋里也种过，长得不好，而且特别的细长，不如在外面的粗壮，但是要及时的采摘，不然就长成这样了。当然也是可以吃的，没有及时采摘的还有豌豆苗，之前也是在屋里。当然也可以采豆苗来吃，豌豆可以采多次，但向日葵就只能采一次。但是如果你撒了很多的籽，它发芽有先后嘛，也可以采很久。到底该吃哪颗白菜呢？这是每天要思考的问题。就吃它了。好大一颗。算不怕夹脚，全是碎树枝。
为了吃也是相当的卖力。吃不完的送给邻居一些，邻居家有小孩应该会喜欢，非常好的一家人。向日葵也接近尾声了，夏初的时候开的是多么的绚烂，非常喜欢这个颜色，把最后一颗也砍掉，今年向日葵的展览就此结束，明年再种了。